次我找大茂姐姐要来去出动，我要来去福建吼，福建通破铁幕去解救大陆同胞。这个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，这大单岛，哦，最有名的标语。人家，我今麦坐乌托邦哦，在写这个厦门市，看到了，一国两制统一中国，啊，这种精神。晚上好，欢迎光临。跟他拼啦！在座敢有人捌看过我？有熟悉我的无举手？哦。哦，终于攻到了！没有选择要进来的双方，不行。哦，上山了，伙伴轮到我，进去你才被打死。大冒险家的同胞们，看见五星旗千万不要害怕，只管跟着我的脚步前进厦门，不要怕前面没有路，八路军走过的路就是我们大冒险家要走的路。因为不冒险走走看，怎么知道什么叫大路？我的一小步是大冒险家的一大步。同志们，我来啦！我这里有旅游的行程，冒险的历程，只要你跟定我沈文成。人呀，我现在站在这个所在呢，就是咱国家的大门，叫做中正机场。所以讲，这次我带大冒险家要来去出国，要冲破铁幕去解救大陆同胞。哦，我来去福建吼，去冒险，唔知道有啥物话，我嘛唔知道，有啥潮变化啦吼。开始要离开新马的故乡，要来去遐十八天，前途茫茫，生死两茫茫。唔是啊，未使我袂讲这种个。这是阮大冒险家吼，第一届要去大陆出外景，我们怎么可以啊倒退呢？今天大冒险家的起点是桃园中正机场，不是坐车，也不是火车，而是要坐飞机到福建，去这个讲台语买通的所在，不是去解救水深火热的大陆同胞，而是要深入大陆解放台湾的观众。台湾到厦门其实很近，不过中间隔着的距离不仅是台湾海峡而已，还隔着很遥远的政治立场。因此呢，我得先坐到香港，再转机到厦门。我想飞厦门的机长心理压力应该是最大的，因为一个不小心，飞机一冲就冲到了金门，脱奔自由。预祝我成功吧，希望机长降落时别失误，我可不想那么快就回台湾了。真有礼貌，咱去啊。今日安尼为着要来遮坐飞机坐了偌久了，4个小时。听讲哦，为咱台湾坐飞轮机到厦门呐、啊，直飞哦，40分钟而已。哦，敢那对呢，从台北坐到台中安尼尔。啊，真正先想一下办法的吼，小可安尼个通一下吼，要按直航，那这真滴，咱无差。我挂袂了，谢谢哈、喔。你的歌太喜欢了。应该是不是九十亿两千？你们是不是算两千？我们是2002。哦，那我们都是人九。然后4月8日。八日。我台湾一个节目叫《大冒险》，在没有看，你们这边没有哦。这边我们收不到的，是不是八大？八大。八大。我们收不到的。啊，收不到。啊、好，没关系，我演给你们看。好，没有想到一出机场就跟大陆的歌迷交流了起来。在台湾，我是来自台东的沈文成；在这里，我是来自台湾的沈文成。哦，共产党，我来了！我大冒险家跨出了一大步。这次来要不仅仅要代表八大，要代表国家。看见飘扬的五星旗，心中才真正感觉到来到了人家的地盘。在这里看不见青天白日满地红，只看见读起来有点吃力的简体字，
来到这个讲台语嘛会通的所在，源于缩短了彼此的距离。厦门是座快速发展中的城市，繁华的街道，林立的高楼大厦，在这里每天不变的就是变。不管是社会主义也好，资本主义也罢，生活过得好才是最大的意义。你说呢？阿杰，这厦门街头很热闹呢。这条就是厦门市的迄条中山路，就敢若咱台北市迄条中孝东路。哦，两边拢是迄条服饰店、名牌店，哦，还有肯德基呢。哦，还百货公司呢。哇 ，shopping mall。哦，大哥，我即马坐奥特曼哦，咧坐即个厦门市，哦，叫解放军号。可惜哦，这种奥特曼哦，2004年就要废掉啊，就禁止赛就对了，惊沿用这个市容交通。哦，这是伫遮呢，一个命令，一个动作，大家拢要奉行。咱是台湾袂动哦，大家变啊，看有影无？厦门市哦，新旧杂陈，遮开始拢在发展了，开发了。啊，这大家拢嘛讲咱福建话，有麦当劳呢。哦，遮的窟窿有够水耶。咱台湾人叫外省啊，叫做老外啊。厦门人叫外省叫什么呢？叫做外高。今麦我这只唔正高，坐条奥特曼伫厦门伫只踅街，好像刘姥姥逛大观园啊！看到啊，看到海咯，海的对岸就是我这只外高的故乡台湾。那边就是大二胆啊，你看他们其实同中国就是遥遥相望，矗立在那边啊，够近的啦。哦，快到了啊、哦！哦，谢师傅，到了，哦，啊，来个啊，这字看有啦吼，一国两制，统一中国，啊，那边是三民主义，哦，统一中国，较早算作冤家相拍啦吼。阿基玛阿的分财散啊、哦、如果天气好的话，看到那个大二胆哦，真的很清楚，那个三民主义统一中国，那边就是大二胆啊。哦，离到有够近的，咁想嘛想过，三民主义统一中国，一国两制统一中国，当时咧，听讲有时间表哟，但是咱不是吼、哦，你怎么讲？Republic of Taiwan 呢？啊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哎，是廖老师，系安那？哎，我哎，卡都拢拍坏哦。林佩音，我即马伫大陆啦，嘿啦，真正是伫铁幕内底。啊对吼，什么国际电话？啊对，赶快关机啦，国际电话。啊！喂，台湾大哥大，怎么可能？是国内的呢，今天呢，不是国际呢，不是国际的哦。啊，已经超越了。台海以前比的是军事基地的战斗力，现在比的是通信基地台的讯号强弱。在厦门打手机回台湾，管他大山通还是小山通，手机比政治先通。来到这个所在就是厦门吼，迄落第一码头、第一码头，哇，要来这做啥？要来这坐船，坐船要做啥？不是要偷渡回台湾的，即摆是吼要换用另外一个角度，从这个大陆呢，哦，看台湾。较早拢是了，咱当伫咧金门啦、啊、吼，还是马祖啊，看对大陆这边来，吼、哦，迄阵咱对迄边看过这来吼，吼、哦，因为咱细汉就受教育，讲吼，这是叫做铁幕，吼、哦、啊吼。哦啊，但是是不是铁幕呢？
啊，咱即摆对大陆遮，即摆阮的题目吼，来看对咱的自由报道台湾。好，朱大你一边，你来去哦。哦，这船板还是淡的，透早呢雷公信啊，啊，我无大雨，哦，烦恼到要死。我刚才来预告天气，虽然讲吼天也无啥好，但是已经无落雨啊，所以讲哦，船老大打电话讲会使出船咯。哦，行哦，啊，大家坐好，都要来看台湾咯。你也看一遍，另外有咱的印象啊，还有什么吃草皮，啃吃啃树皮，吃草根，我迄种较早较早在教科书上，读到，我捌读过嘞，内底有画插图，啊，人安尼三只的，啊，鸡咧涂甲皮，啊，鸡咧饲，鸡咧草根，鸡咧树皮，你听你讲啥？哦，真正是神话。不过这次来到这里了，真的是大开眼界了，啊，真正。经验交流，地学学方法，还在进步哦。这个就是你们的香王养殖场。对对对。听说这里的香王养殖技术都是从台湾引进来的。对，是。那可以过去看看吗？可以可以。啊，看他养什么鱼。安哥，这香王养殖哦，真正是真正技术的突破呢，咱台湾人。哦，这咱第一级棒的。嗯。不要。船老大讲哦，这引擎正啦，讲会使来参观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闽南语可以通吗？哈，讲闽南语哦。啊，还讲国语啊？讲。闽南语会晓讲啊。啊，会晓讲吼。哎，听有。会晓讲。闽夏闽语 F306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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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到台湾来了。哦，我叫沈文成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对啊，哎，贵姓大名？我姓郑啊。啊，郑，郑姓郑。啊？郑文生啦。文生哦，哎，敢若好，甲咱台湾的名同款。文生，我文定，你文生，你捌我无？叫唔叫？我若遇到大陆人哦，我拢是问，哎，你认识我吗？我很认识你。你真的认识我？真是认识。你就抓。就抓，就对。我你有哪？真的够暖，真的认识我，真的啦，你真是很出名啊！哎呀，真的哦，今天啦，我都要路过了，啊，看到这香王吼，真好奇，啊，你这么，啊，你这拢饲啥物鱼较济？啊，不同鱼啦，啊，这个是加拿鱼啦。哦，加拿迄个高经济价值的呢，高档货啦，这算高档货，很高档。不是很高档。哎，可以看一下吗？我采样过，来来。你是？到底有？过来。哦，来。哇！这都是干嘛鱼的？哦，水呢？哦，这个用那个日本料理店哦，用盐烤。哦。这个干嘛？哦，这拢会使上市啊嘛？哎呀，这个算会卖啦。会卖啦，这差不多一只，差不多斤外哦。哎，有啊。咱来滴啊，你啊。泡茶来，泡茶，泡茶，泡。聊个天。哦，要来泡茶咯。你这差不多饲几尾啊？饲五万尾啦。几啊万尾啊？对啦。哦，啊，你饲偌久啊？饲三年左右啦。啊，三年呐。哦，都等啊。哎，叫。那个，稍微介绍你们的洗手间。你的洗手间哪讲？我的洗手厕所啦。厕所。哎，我叫厕所方便所在个厕所。厕所。哎，我第一摆听叫做厕所。啊啊，我叫便所。嗯，就这样。会使照应一下。可以啦，可以可以。交流一下。肥水不落外人田。哈哈哈。需要带块钱啊？哎，这所有都贵起了。专属公寓了。哦，你这夜马。马桶就是安尼啦。啊？哎，够著名嘞！就地解决，啊，搁会使饲鱼啊，做饲鱼啊，食未食啦？鱼啊，无想要食。鱼啊，无要食这。这紧食，好，好啦，你稍等我一下，海神，我方便一下哦。See you later。冒昧的拜访这户海上人家，不过好客的主人却不因我的冒失而怠慢了。哦，惊喜了。
今天的海上皇宫。哎呀，素汐呢？哎呀，还夜客来查到的。哦，这是小谁的？哦，这得金胖呢。来，应该。哦，香润可口。我甜甜的，来了。这啦，还有花生糖啊，这金门来吼，金门贡糖啊，讲到金门，我才想起，你这鱼啊，敢是拢咧到台湾的？台湾渔民。金门那些渔民。是啦。是哦。啊、哦，无怪这是熟悉啦，因为阮即马阮台湾沿海足产，拢抓无鱼啊。啊，听讲咯，拢是伫只渔村啊吼，来恁遮吼，是啊，来甲恁买。啊，恁拢卖恁船啊？会来惯子。哦，习惯啦。我会。我开始来订。哈哈哈！哈哈！我自从迄啊，我自从拢是了，哎，安那讲，我陆地上待久。叫山鸡啦，叫山鸡啦。哎，啊，恁这叫山鸡哦。对啊，我这叫山鸡啦。我算山鸡的。你算山鸡的。哎，来，好，祝你平安哦。哦，恁祝恁一路顺遂。好，感恩，谢。神像在我的眼前晃动，哦，有点晕。唯一不晕的是我最虔诚的心，祈求老天让外景小组此次的大陆之行能够顺利平安的完成任务。难怪下喽，就那么个家伊，让伊养奶菜咯。哎呀，我要离开，要搁搞作业哦。谢。严哥过来去做。哦，一线难忘。哎，感恩，谢谢。你报的好啊，陈老大，那我们可以走了啊。哦，我过去了。谢。你刚台湾的？在台湾的丢了。我台湾的电台。在莱吉尔的声音中跟浩哥的大陆朋友告别，郑大哥问我要去哪里，我说我要回去看我的国土，因为他就在厦门不远的地方。哎，我的财主，哎，大哥，哎，看这哦，看到有无？那反攻意识哦，驾机起义来归，哎，塞袂紧，唔紧难命，啊，我若塞船过嘞。哈，咱船过会使领偌济？哈，我听着领无，无大钱哦，还佫叫靠边哦，我违规。乘风破浪，真的是要乘风破浪。好危险哦！大丹岛，哦，最有名的标语标志的地方，这个大二胆哦，就是在八二三炮战的时候一战成名，另外秀秀的豆吼，竟然守得住这个千军万马这样轮番攻击的，九运摧残，然后厦门吓死金门，你要看他的模样，这个刚大二胆，你叫刚刚有喉咙奶变的又刺，咱中顶后中翅目来刷。哦，咱这下那子弟兵啊，吼，那守军家真辛苦了，叫你寡呢吼，啊，那卫戍在那个边疆啊。老军闹了那么多次，这次是我看见国军弟兄最激动的一次。我不停地挥手向站岗的子弟兵致敬，因为从下面看大胆岛，你将感受到最近的距离，却有着最深的乡愁。
游客们坐游艇来这里观看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块统战招牌，使得这个招牌没有政治意味，有的只是浓厚的观光味儿。我又走过寒冷的街头，看着他嘴肚子。我又走过寒冷的街口，就好像到台北不去淡水，到台南不去安平古堡 ，TV 都差几笔，叫做古杂笔。离厦门隔海相望的鼓浪屿，坐渡轮五分钟就到了，坐过去不用钱，坐回来一块钱。小小的鼓浪屿，每天挤上岸的游客就跟岛上的钢琴密度一样，令人咋舌。加古扎伊。的松啊松啊加努啊加努啊耶，师傅来，车子还你了，谢谢您，感恩您，哎呀谢谢，那您要去摘东西了，好，再见了啊。南哥，这是我们在这个鼓浪屿呢唯一看过的那个会转动的轮子，那时候那公家看到恁啊足特别呢，因为吼，咱这鼓浪屿吼，另外一个外号叫做步行岛，步行岛就对了吼，唔通听歪去的，唔是讲这查甫人吼，拢袂用伫到六点半就对了，因为他们这个这边的巷道都很窄，要保持的已经刚刚开始建设的时候的原貌。虽然无车用国行，但是哦，你嘛爱小心细腻嘿，不是怕说哈会被车子怎么样，是怕你迷路。谁让他讲呢？因为他这边哦，大大小小总共加起来有300多条巷子。五花十色，哦，什么样式都有，他都有给他保留，礼拜。加古扎伊，努得松啊松啊拉，加努啊。沈文成嘛，怎么会接人？对呀，我看你很像嘛。唱的跟步行也一样。对呀，唱唱好了。阿姨你来了。大冒险家哈，三温台啊，什么时候的？跑来这边了。哎，你这个什么时候要做？这个没先看，纪委队啊，每个礼拜都没有，没有错过的，没有每个礼拜都有看。哎呀，音乐无国界，不管是遇见台湾的歌迷，或是大陆的歌迷，我喜悦的心都表露在我开怀的脸上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贸易部。哎呦，卖麻糍卖到国家拍金牌给伊，哦，这麻糍一定相当有来历。我真爱食麻糍，我食看卖啊。嗯。哎，阿麻糍安那卖？啊？你们去过几趟？一趟。我几啦，八个人，要你想要用纸要夹钱？啊，手要搁包麻糍啊。哦，卫讲究卫生就对啦。手要包，要包麻糍，一块，看出来，找2块就对啦。
这部吼真正爱学。人家啊，你看人偌注重卫生的，无怪伊满钱吼，真正国家许可吼，这种满钱食的延年益寿吼。乌麻吼，乌麻食头毛的。食头毛乌啊。啊，头毛乌的，那有毛出来拢会乌。有啊。哦。嗯。哦，好吃，好吃，好、哦、来买啊、哦，那个麻薯，国家级的，国家级的麻薯。三个好的。哎呦，杀进去了，十一块钱一个。来，这个贵。哦，这是干木兰，是不是？嗯。这大杯中啦。杭州麻薯吃。哦，生意好噶，生意哦。漫步在鼓浪屿的街道上，你听不到噪音，只会听到琴声。因为岛上每五户人家就有一户拥有钢琴，你会看到中外各国的建筑，因为英法美日等十几个国家曾在此设立领事馆。在这个面积 1.78 平方公里的岛上，你唯一要小心的是迷路，300多条幽静的小巷让你走得团团转。来到鼓浪屿呢，我们就会想起我们的郑成功的老人家，也是我们的国姓爷。也许我站的这个地方呢，当初我们国姓爷呢，他就站在这里，看着台湾，然后一直在忧国忧民，对，想着下一步怎么做。哦，然后看着他的那个军队啊，在这个水面上啊，在这里叱咤风云，哦。不要脸兵就对了哈！现在鼓浪屿这是一个漂亮的地方，小小一个岛了，真的是值得一看，也值得一游。厦门市跟许多大都市一样，拥有许多不同的面向，热闹繁荣的中山路是一面，古朴幽静的鼓浪屿是一面。那厦门最真实的一面在哪儿呢？我总相信城市中最真实的地方在市井。Let's go， 现在就去看看厦门最真的地方。好啦好啦。哪个啊？我来遮吼，所听的所看的吼，就甲咱家台湾味安尼同款啊同款。我来遮都爱算作外省啊吼，因为因这人吼，讲外省人叫外岛。哦，这就感觉咱甲咱咧台湾咧夜市啊同款，咱黄昏的时阵吼，天要暗的时阵，哎开始迄担吼都开始来占位啊，哦大鸡啊大鸭啊大鸡啊，然后开始安尼，迄物件拢挂出来吼，迄位啊拢爱固定，嘛是爱占的。啊，你这边开始卖水果的，啊以前卖时装的，哦啊一挂迄落批大的。好吧，上你好。哎，厉害厉害！厉害厉害厉害！哦，你这拢在家己做诶？无，这是公司真侪真侪迄个工工厂有名诶推出来。哦，这是红菇粿。这是红片菇。恁叫啥？红片菇。红片菇哦，阮叫红菇粿啊。红菇粿是另外一种种类红诶。红诶哦。啊，这咸粿啊嘛。咸粿啊，这粿、哦、这厦门。有名的特产，哎，就是特产。哦，咸粿内底包咸猪肉。不是啦，包罗生的，罗生的。上面有做罗生。花生的。哦，花生哦。对。啊，这里。这个猪腰饼是历史悠久的。哎，我现在我看到。你看到了。哎，欢喜的。用这个夹包夹出来哦，大家看到嘿。历史悠久。你这个什么饼？哎，这叫猪腰饼。猪腰。猪腰饼，猪腰饼个，猪腰饼。普通的叫你讲猪的腰的饼，嘿啦，猪腰饼对啦，猪腰饼哦，这手不能摸的。哦，你要看，今天来学一下人卫生呢。我这个给你，没事没事。开始。没事。好，欢迎。这个是恁厦门的迄个特产。哎，这就是唔知啦，中国老早就有这款猪腰饼。啊，我会使甲你买一袋。啊，你算两袋。啊哈。啊，你算两袋哦。对啦。啊，一盖要买一对了哦，香香对对万里富，这个有点像元宝的。哦，你的台语讲得足标准的哦。无影啦，我这个土巴啦。土巴啦，你也知影做土巴啦。啊，你是土巴路，你嘛是也是跟我们一样讲那个闽南话嘛。
啊，你吃了偌济？几？啊，你一块，无要紧啦，咱请你吃，免啦。啊，你这边请我吃。哎呀，咱这个师弟真慈悲。好，安尼我阁过来行行咧吼，祝你生意兴旺。谢谢，谢谢。哦，这跟咱台湾椰子也同款，也是拢有的迄个家庭用的一些小东西。咱阮咱也毋是拢三件五十，啊，对不？三件五十，三件。真得到印章。哎，人家，哇，嘿嘿，呼，哇，看到无？噔噔噔噔。哎呦，我的啦！哦，一条手巾啊，你送我一条手巾啊，我来甲交关。OK。那你要救我，我救不了。我可以买一点这个录音带吗？多少钱？两块钱哈。来，十块。正姐，我这专辑吼，比较卖了啥款？哈哈哈哈哈！你唔知甲阮观众讲，哦，卖了足好个，定在咧欠货。来，安怎家己捧场？啊，无咧干那咧啊，放伫冰库，遐冰起来冷冻。哎，我本就是捧场啊，很难得纪念的，还是被肯定啊。老沈，你要加油了，啊？想了解厦门人七天，就从逛路边摊开始。想认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就去逛当地的市集。谁说逛陌生的城市不算是一种冒险呢？跟着当地人吃，跟着当地人喝，我逛得越久，就越了解厦门人的生活。也无同款，实在是有来历。人家，这间庙寺哦，大大有名。这叫做闽南地区吼第一名寺南普陀寺，内面佛祖是咱这个观世音菩萨。哦，咱因闽南有一句来讲吼，一年来南普，三年就免受苦。哦，我大冒险家呢，南北征战出生入死吼，我那受真侪苦。我想哦，一身老骨薄吼。啊，来内面吼，好普照一下，看咧吼，厝后安尼厝外景吼，会当减食一寡苦咧无？吼吼，哦，来去哦，哦，来甲感应一下。在千年古刹之称的南普陀寺，位五老峰山下，是闽南乃至全国闻名的寺院。平日来自国内各地的众多善男信女持香朝拜，不管是三炷香还是一大束，大家的心是同等的虔诚。听说当寺内举行盛大活动的时候，寺外还得出动消防车，以防止火灾发生呢。不过我看人们的宗教热度，连消防车也浇不熄吧。两千六吧。哦，行李好噶呢，啊不是，香火旺噶呢，要负责安尼收礼物。我们这边 不只是我们福建省的那个闽南地区的朋友的风范，还有外围来边那款，发现啊，看那些颜色不一样，青色的、绿色、绿色的，人家绿色东西对北方过来的，北方的线哦。啊，千里迢迢吼，啊，看因的，看因的这个烟花烟火吼，啊来这摆，真客。
南普陀寺的素斋是远近驰名，然而我在五官堂跟着众师父一同吃的素斋饭是一般的素斋，跟游客在素斋馆吃的五星级素斋可是大大不相同的。人家来到这个所在，就是咱这个南普陀寺的后山。哦，等下我要来去攻顶，攻到这个我们这个厦门吼的制高点。哦，拄只吼在庙寺内底吼，哦，看到足侪迄个咱台湾的游客混杂在其中。来到这个所在，唔知对者是台湾人，我来甲考看卖吼。李登辉、陈水扁，哦来哟、哦，哎，你有看到无？耶、yeah, ！你若听到陈水扁就歪头，啊？早吧。你叫是讲阮总统有来吼？无，知影无啊。啊！你讲台湾人？对啊。哦，你好，你倒来。好远。啊？好远哦。嘿。哎呦，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的歌真好听啊。谢谢，高温啊，准备准备。这部吼，真正你要出国介好用。嗯。是安尼吼，要讲吼，咱台湾人吼，伫遮介济，你要看。咱这富家地主吼，吼、哦，虽然不是出家人吼，但是足虔诚了。还有遮伊是佛弟子，啊来遮呢刻一个字伫遮，会听讲这拢爱寄付的呢。后摆吼，我迄个新的专辑然后卖有超过30万袋吼，啊，这袋我再来甲包起来，哦，啊来刻大啤酒，啊你看，这块也是，哦，不破不变，普度众生。这台南的地主，哦，台南的地主，诸佛菩萨都有教阮把大帽神在保庇。哦，行喽。悠悠何日了？朝朝无宣时，年年不觉老。总为求一时，痴心生烦恼。扰攘百千年，去来三恶道。阿弥陀佛。Oh, little darling, 我又要去远方，啊，过溪流，穿过森林，越过高山，七夕月亮，太阳与我相伴。哦，老弟啊！水呢？哇，在这里可以看到整个厦门。哇，厦门市就在我的脚底下。啊，要不你？啊，哦，这界顶馆啊，真的可以忘掉世俗的一切呢。莫怪这多人要出家吃菜，但是在下陈言未了。欠公司还要抵完，还没抵完呢，签约金还没抵完，所以还是要去。啊，拉鬼拉鬼！啊，做一天和尚，又要敲一天钟，你讲是不是啊？那不然呢？对不对啊？南普陀寺的后山就是五老峰，爬到半山腰就可以看见山下的南普陀寺以及厦门大学。远方的小金门、大二胆也在视线范围之内，嗯，这就表示它曾经是个军事重地咯。哎，收掉，包给我。潘先生，你不好找了。这是大冒险寨咯。哦，看得出来这是一个碉堡呢。哦，看得出来哦，这几个山头拢较早是那个军事重地啊。啊，这个架设的炮火，炮口一致都是朝咱个大小金门那个大二胆。我听讲，以前炮战的时阵，讲拍到尾啊，分两边讲135、126，哦，135这边拍过，126那边拍到转来。哦啊，礼拜大家休困，这拢变历史啊啦！哦，这无可能啊！我伫遮，我听当咱厦门啊当地的同胞吼，在讲
河山是大家的，要美丽呢，大家都要和气啊！注意啊，最是红颜留不住，不是不是，最是人间留不住，朱颜吃尽花辞树，哦，真正大家好啊，保守，准备。五老峰上巨石林立，整座山碉堡跟巨石一样多。当山上的碉堡走入了历史，山下的防空洞变成了隧道，旅游观光取代了枪火炮弹，时代的变迁模糊了国境的界限。我忽然想起南山那位戴雅同胞，那张在823炮战受伤的脸，那张随着时代变迁也补不回的历史伤痕。哎，这粗啊，这能死啊！这里有骨头，啷个？如果讲了对吼，人讲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现在我不爱行这个人那个观光路线，因为看到迄、那个，我看到迄个山头，就水，它可以拍到整个厦门最热闹的地方，上水的所在，还有个角度吼。普通人是拢无去，还是跟阮大冒险者来带料吼，嘛要小可发挥一下阮的精神。啊，阮来翕无同款，从不同的角度吼来翕无同款的画面，真正水，经典哦，哦，都该当机。释迦龙先生，来阿斯顿，今仔日都来搞你，呀。卖差，我今麦就找咯。行车刚对，遐无可能，遐就崩掉。你我你讲，你就叫人卡波。哦，找跟那个我们在台湾那个山上找那个猎径，没有猎径找兽径。这是别人的地盘，你跟他都做哩，就写了呀。不，因为咱来这哦，咱都是学以致用，你知道不？哦，那一家我家是算做关系耶，很少人来啊。在大陆迷路会很难看哦，台湾在大陆丢脸丢到海外去了。哎呀，神州大陆，天哪、啊，台湾哈、哦，你要看一点点大，咱那做不三年做不完，啊，大陆遐尔大，我看做30年，哦，对不？对啊，对啊，拜拜，对咯。哎呀，小大姐，你猜不？爱溜溜，咩咯？我想你啊！我真想你哦！啊，你讲啥物话？阿爽爽去，不是我对你无介意，是你对我无诚意。咱是深入这个普陀山的秘境呢。嗯。啊。哦，真的要石头街吼。代表海峡两岸相敬如宾，不要针锋相对。哦。警官呢？哦，我背给你。应该走这里没错了。哇，快到了。那边就是了。这里哦。在台湾闯惯了，来到老公的地盘还是死性不改。自个儿在五老峰上乱闯乱闯的，只为了寻找最佳的瞭望视野。走了很久的山路，抬头一看，五老峰依旧峰峰相连到天边，每条路看起来都像是登顶的路。哦，终于攻到了，到家了，知道吧？确定，没错，非常好，好，凭感觉，凭经验。嗯，应该就是这里了。嗯，耶、yeah ，小心啊！哦，这里哦，哦，哦，我终于攻到了。对啊。啊。哇，很像香港哎。哎呀。哦，你看那个一点。啊。不知道的以为人真的是很像香港。对啊。这海拔多少？海拔170公尺。这边视野真的很不错哦，季节很快乐，我也很高的大厦林立，真正有像香港。咱这厦门哦，厦门啊，它是我们这个中国沿海呢最繁荣的城市之一。
啊，迄当阵啊嘛是咱攻打台湾吼，就算是一个首当其冲的军事重镇。啊，两岸关系很紧张的时候呢，我徛这个所在吼，真正可能有拆一门大炮。这规个山头会使讲是军事重地的对啦。直接这样哦，只看得到金门呐、啊，哦，小金门、大二胆，看不到台湾。真怀念呢，我的同胞。喂、哦，我的同胞，我们在这里，你在哪里？哦，我听到，听到，加油！哎、欸，你搞阮加油呢，搞阮啊，谢谢。站在吴老峰的制高点，整个厦门市在我的眼底。这是我在海外攻下的第一个山头，拿着望远镜遥望远方。与其说是我来看厦门，我感觉更像来这里看金门呢、啊。台湾是在哪个方向呢？是左前方还是右前方？我有点搞不清方向了。就像我永远搞不清两岸关系的政策走向一样。不过对于厦门五光十色的夜生活，我可是说什么都得弄清楚方向，要不然走在灯红酒绿的霓虹灯区，我这只寡狗很容易被厦门搞得有声有色的改革开放所迷惑呢。我大冒险家在台湾的时阵哦，一下拢因爬山，吼、哦，暗下就去找空。是哪要找空呢？因为吼、哦，我的自理名言就是安尼，有空吼、哦，就加0.5%。吼吼，你唔通看这厦门哦，暗下嘛真济空。啊，有人啊足济空，到底什么空在比什么棒？我带大家来开一下眼界。好，为了我的0.5%，我要冒险患难，哇、啊，深入秘境探索未知，走喽！家里五光十色，龙蛇杂处，真正是冒着生命的危险，我边的火锅底下这个，真正是让我的性命危险。为了要一探究竟，满足我的好奇心，为了满足您看的权利，啊，这种电视，我惨啊，这下给一点九死一生。不怕不怕，晚上好，欢迎光临，跟他拼啦！你是第一次来吗？哎，是，没错。你要我介绍？啊，跟我介绍对。啊。我们这里有五种药水，有药水，是硫酸、硝酸、强酸，有冰火的，啊，又有冰有火，有酸式的，有牛奶的，哎呀，可是你看他们的表情怎么是这样子，还是很痛苦的样子。哦，在哪里？我们在哪？这边。哦，到了。嗯，这就是盘丝洞。对。哦。在坐哪里啊？随便。坐在这上面吧。嗯。再坐一下，我叫我们这里的师傅来好。师傅，你是练国术的？没有，我就是保健员。保健员啊？对。哦。那您稍等一下好吗？好好好。我先走了。那边好好还是保健员？可能不知道提什么鸡丝来哦。沈仙，给您送水来了。哇 ，My God， 这是一大桶哎。沈仙，您说我们水桶还说我？您忙，我先走。再见。哇，好嘎仔，我阿伯讲哦，给我送一桶油来。哎，哦，里面也有内容呢，没见过。先生，我来了。把脚放下去。是。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都是叫装饰的。哦，装饰的美化的，这个放在浴缸多。两只脚。啊。
人家你也看，我虽然常常咧爬山哦，脚拢有咧保养哦，你也看，哦，拢无香港脚，哦，水脚，哦，今日爬几公的山咧，嘛是袂臭哦。原来都是这回事，脚底按摩，但是这脚底按摩甲别个所在无同款。哦，这甲咱年纪脚吼，真正是甲咱妈祖啊，不是，甲咱咱的迄落吼哈，衣食父母不是，啊贵宾的风态安尼，无像咱台湾的脚底按摩。哎呦，真正是杀声震天，哀鸿遍野，呼天抢地，哀悲救苦。哦啊！按动呢？这是肾嘛？肾上腺。肾上腺？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都可以讲出来。这个地方请守口如瓶，保密防谍，好不好？这是很丢脸的一件事情。啊！我胃，我胃很强。啊！你看，我该丢别的地方。不会哦，这是哪里？小脑脑干。小脑的脑干。小脑和脑干。哦，脑干哦。嗯、真正失眠搞梦哦，暗时睏袂去哦，要多按这个大拇指，对不对？常常啊睡眠不足啦，哦，或者是失眠的、啊，按这个有效啊。按这里，这里是失眠。哪里？哦，哪个？失眠是按这里。这里哈、哦，啊、哦，按标杆，我按一下。师傅呢？大陆这两年流行主义，要加快改革开放的脚步，不先宝贝一下自己的双脚怎么行呢？房间的灯光虽然暗，养生的足浴按摩在这里可是老少咸宜的活动，常可以看见一家大小一起享受足浴的情形。哎。看在正在切磋的台湾同胞眼里，真正是偷这人的水哦，水都不够了，还拿来泡脚。人客，阿摩是世界有诶足普遍，但是哦，咱这厦门哦，真正足特别的哦，这个主意啊，后回你拿来遮佚佗诶时候，也再来参观看卖，试看卖啊，所言不虚，真正无共款。哦，是舒服还是痛苦，实在有点给他分不清了。在这里太享受，有点对不起陷入水干火热的台湾同胞呢。人家你也看，我这泡吼是13种药材调制而成的大桶水，有人比我较土，这泡牛奶了。谢谢光临，请慢走。人客，这个厮杀已经完毕了。我亲身一个感受，我大陆同胞呢，哈、哦，比咱搁较懂得享受，真个。享受瓦拉珠玉，该是出发的时刻了。背着我的大背包，来到厦门火车站。今天晚上，我将坐火车离开这个地方。现在是厦门火车站，啊吼，从厦门要坐火车，要来去闽北三明市，我看今天坐那个308次，就奇怪最近对八很有，哇，啊，对，这次旅途一定花，走，接过接过，两千四吧啊。爱排队，台湾都足少咧坐火车，在大陆啊没有选择，地方都太远，啊，我坐台无飞机，这边不行，一定要坐火车。硬座还是硬卧？硬座哈。早点56，今天晚上的。哎是。非常好。我们明天到的。天早上。
做三明治，做三明治。三明治，哎，等一下，三明治，三明治远不远？不远，不远。做一个晚上，还要做一个晚上。今天晚上八点多了嘛，到那边要多久？明天呗，明天。那明天早上了，差不多，差不多了。好远，坐火车，可是一项很奇妙的旅程啊，尝体验一下，哦，不敢惯嘞。哎，新话哈，真的是要去大陆冒险。然后要进哪个窗口？这不太清楚。不太清楚。这边在哪边？从哪边进去？对啊，好，谢谢。还没有到这个上车的时间。人家这回家刚才也不讲。这种场面哦，都咱那个一年三节，春节、清明节、中秋节哦，差不多在台湾才能看到这种人潮。这里好像很平常，我一直怀疑，我怕这票要掉了，你知道吗？会不会是羊入虎口啊？不是，这个买错了啊。啊，不管了，先上了再说。这是火车对内地来讲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啊！哈，哎呦，坐回家够紧张哦，这家呢人生地不熟，准备上火车喽！人家你还坐你也看了，真担心挤不上火车了。虽然这班火车是到北京，不过我的目的地是位在福建省的三明市，再见的厦门市。再见了小金门，我要去福建的山区冒险啦！听说闽西遍布金氏重地，我这个台湾来的采煤牛可要小心一点，万一踩到解放军的尾巴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啊！